这已经觉得很紧了。哪紧了？你这要再调吧。我已经调过了，我刚之前不是调过了。不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啊，你这哪紧？松到紧点啦，你这调到最松了吧？往内一吐，往后一推。嗯，这样就紧了，好，让你尝尝紧的感觉，夹住你的下巴。好累哦。这样才是，这样帽子才不会掉。嗯，好累。没有紧过，哎，这是第二批学生吗？刚是一堆穿橘鞋子，然后是穿黑制服，现在是灰制服。还在上面一点点，橘鞋子还在上面一点。他们应该不至于站在那里那么久吧？好了，这里再往上去一点点。啊，这里，这里。嗯，那是雪板班啊，所以不是橘鞋子，橘鞋子是 ski 班。我看一下，好好，去。开了吗？开了。你有开的吗？开了。什么叫初级叔叔 run course？ 怎么会有一个初级 course？Express Noriba， 明明我们从山上下来就只有一个黑线下山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。我们是在下面也帮不了他、啊，你是要冲上去啊？好，就是一到这个位置来相对位置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哎，怎么那里还有个缆车？其实那个就是刚刚我们坐的缆车。那等一下就滑这一道、啊，那这样是要滑几次？那一道是那一道，我现在看到了。刚刚那些人下去的那一道是绿线通到这里，然后这两个棒棒的中间是未压雪区、松雪区，没有要去。好，走吧。教练带的学生都不用协调，走 BB 右边就好了。
说。每天吗？不知道，今天也很痛啊。嗯，刚刚很痛吗？一点点。嗯，如果是一直都这种正规雪道，应该就还可以。你说就不会痛起来？对呀、啊，如果带你去松雪，大概一次就痛起来了。那个教练有一部很活泼的语气，就嘿，怎样怎样？女教练，对啊，女教练，嘿，后面两个两个坐上来，怎样怎样？好，嗯，额头有一点点凉凉的，冷呢、欸？没有冷，嗯，我很冷。看我昨天才说，我不是小叮当，总是可以不冷，我今天没办法。嗯，一个缆车偷工，他那个缆车根本就不想救他们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缆车被埋在雪里面啊，这个雪场并不想救那个缆车站，把它挖出来，并没有。你说这一排？对啊。因为他就是做这个就好了。嗯，还可以吗？那我们就再往上坐，逛完它。搞不好现在能见度算是好的，等一下会变成差的。哦。因为三点以后就变大雪。真假？也没有多大，其实三个小时十公分还是三公分而已，没有很大。风没有大，风大也蛮恐怖的。嗯呐、啊，稀里糊涂，稀里糊涂。好冷哦。这些人滑过去也没听到声音，我想雪是还好，后来我就是只怕练飞机，唰！我觉得那天的 ferry 真的是心里有够不舒服的。嗯。哎，那这条线又是什么？就是这次我很冷吗？我连脚都冷。也没有。为什么我这么冷？我冷到。啾啾啾！啾啾啾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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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风从右边来，所以这一面就有点脏脏的。这好像有点黑黑的感觉啊！哦。我在考虑我头顶要不要加一层。你没有痛吗？我有戴帽子，我是说我没有加黑色那一个套上去，好像还好。好了，我知道我手套在等，没有进去再松哎。为什么？好，收。因为这是变速的、啊，后面就会变得很慢，不用慌张。就那个，那好多学生，先滑一次再上去。先不要去那边，左边，滑吧，要拍照。我要停了，拍个照。哎、欸，中间怎么有个？那是草吗？还是断掉的树枝？好冷啊！啾啾叽叽叫。好冷。好，拍了一张。风跟雪。好了，那就再做一次吧。我们再一次上来的时候，那些学生就已经走了。滑呀滑呀！
那怎么搭？坐到山顶，滑下来去上面那个餐厅那边，然后打电话。好，好，继续。要吗？好，那按了一下计数器。棒哦，头缩，小心棒棒。因为我们要放这个，所以很容易发生这种。因为想要手压，啊手一压就会。啊 no！ こちらは昨日泊まったゴーマルさん泊まりましたのチェンチェンホンです。実は直接讲泊まった就好了。啊，不是泊まりました吗？但是就是。因为你那个如果变成 Tomata 不是那种简单字啊，它可以直接接名词。接名词。嗯 ，Tomata。哦，我不知道这种规则呢。原型也可以，过去型也可以，直接接名词。啊 ，Tomata。哎 ，Tomata。就是 Tomarimasta 嘛，但是应该是 Tomata 不就是简单词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简单词。就是没有那么长。没有吗？咖啡打，你不是会讲说什么说啊？咖啡吗？是打或咖啡打，都一样意思。哦。它只是是吗？哦。多分小さいメモリーカード忘れました。もし、もしあのメモリーカード見たら、あったら、見たら、あったら、有的话，那要怎样？ご連絡いただけませんか？すく明日取りに行きます。他在交车这样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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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他下来了。他下得快。他的短板子比较短，所以容易练习。板子越短越好控。你觉得树上还是下？这是新下的吧？这都是新的吧？下去的时候弄一下，你那个有点湿，我们 GoPro 还不够热。啊，不够热，不够热。我手还要从这里啊。
小叮当失败。我应该还没有够热，还是开到温泉。好，这里看一下。这样要去那边那一区，反而要那个喝一小段。没人了，趁着冲进啊！冲了！哎，他们又下来了。没完没了啊！我想把背包扭回我的正背后，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背包往左偏？这边没有拉紧吗？有点松，想拉它。嘿，雪很大，而且是上下飘的那种。哎，我忘了摸了。哦，这该不会只有一条绿线吧？全部的人就在那里，很糟糕了，定住。不会啦，我们可以从旁边。不会很平的样子啊。不会啊，那里有个转弯，转弯之处必有斜度。哎，这些人定住了是这样。是老师叫他们定在这吗？不是啊。我就要看哪一个是老师啊。都不是啊。对啊，所以。身上都有号码，这都是，而且都是紫色的鞋底。所以我就。所以我在说他们在干嘛，这样在等他、喔，最后一个人。雪好大、啊。而且他们身上的都是条纹衣呢。黑底白条、啊。我还是拉下来了。哎，有东西可以拉。啊，手。你想要拉什么？谁没有东西可以拉？谁偷切啊？还是这里是雪道？右边有一条线呢，右边是一个雪道。我记得它是没有黑线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红线。我觉得它要下进我的缝缝，哎，是不是？有一点点，你的额头有一个小洞，然后有一个雪在那里，渐渐的都要融化了。那怎么办？就你的帽子的状况，还是就夹，讨厌的天气了。现在才到五哎，我看到点。你是说一个像平台的东西？还真的不是，因为柱子。我觉得它应该是，因为这边柱子还蛮多的。但是我只有看到六，这五六七，我只看得到五六七，我看到八。台子上面那里是八吗？应该说我看得到八，八应该要写八号的柱子，但是我没看到它上面有写八。很冷哎、欸。很冷啊！我刚刚一直挨很冷。雪不小、欸，我觉得是下面的学生吧。这里只划这个红线一次就走了。乱飞，对着我飞过。好像要开了，只听到那里噔噔噔噔噔噔，但是这里的音乐，这里的音乐没有噔噔噔噔噔噔。所以是有人从雪道然后切出来滑这个松雪，这很斜，不怕雪崩啊！这里都快要崩了。确实。
很怕它随时停下来，所以我一直怎么又卡在后面。右前方的风啊！这是六七八。嗯。对啊，那里明明就是还是上面的柱子树很多，因为我们这里柱子很，我明明就看到那个台子。七八九，你是说我看不到十就是那一个啊？所以没有十一号柱吗？你我觉得十号是上面那一个。这个缆车也够慢的。哦，你觉得它太慢，所以觉得只要坐一次？不是，应该说这个缆车很容易卡在上面，因为有两班的学生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只要滑一次就好了。不要停下来。对，我不想在这上面吹风，所以我决定只坐一次就好了。这音乐是有版权的吗？有的话我就。那为什么这里插两个红棒棒？这里都已经界外了，你看。你是说又停了？对啊，我的预测就是这样啊。两班的学生轮流搞，要开了。为什么这次我听得那么清楚？所以是上面的弄的。两上面跟下面都会掉。但是我刚听不到啊。我刚听到的是下面。我看一下勾破。你也是。几滴水？你的也是。弄更湿啊！一坨又马上扑上去，因为还不够冷，所以它上去就黏住的状态。要是够冷的话，它就是飘走。对，飘走。我估计这一趟滑下去 ，GoPro 就够冷了，我们的手也够冷了。你看裤子上好多、哦，而且是很粉，你知道吗？我变水了，很粉。怎么办？我裤子要湿掉了。不会啊，一下子而已。所以十一号柱，它两根啊，它两根在一起啊。它要有这个支撑力。上坡的支撑力。这不知道是几哦。后面还有一根，还那不算。还有总共三根呢，然后前面是转盘。冰柱，冰柱，很粉的着陆了。很热，很热哦。啊，是黑色哎。哦。红色哎。害怕了。有小朋友出现吗？哦，好了好了，为了你的脚胶。它是不压雪，还是只是斜度黑？它的斜度好像没有很高哎、欸，那就走这边下去比较快，那边好像要走很远，你觉得嘞？看，我是觉得应该是还好啦。哦。但是你，但是要用小转刹车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没办法翻着刹很远，知道吗？哦。那我下去吧。不会啊，你来看就知道了。来这边看，来这边看。我觉得大概跟红线差不多，它是红线的波度，但是是一般红线的二分之一宽，你知道？走了，再清一下，都是水。所以我刚刚就眼睁睁看着你的有血这样噗就飞上去了，就化掉了。好，下去了。
还是你先？你是怕我走吗？不是，我是怕我停下来会造成你的压力。这里就是不要特别想停下来，在还有力气的时候一直滑下去就没事。觉得怎样？然后就到了，就到了，就到了。觉得很害怕吗？也不会啊。对啊，这其实红线啊，只是宽度很窄而已。你只要停得下来，这条就这样而已，然后就到了。那就我可以走前面了。真的沾了很多。对。好，走，换你前面。就到了那个了。然后就去打电话吗？哦，对 对，去餐厅，那走右边绿线。还是左边走？哦。那我很怕他。前面把右边有条路，走右边，然后就到了餐厅。好。这里啊，这样就不会在里面吵到人了。我要发车啊。那你就这样就是发车啊。那就暂停。